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0集的节目。我个人的小小心愿呢，是看能不能在2020年结束的时候呢，刚好呢把节目进行到1300集，然后也顺便做个年末特辑啊，就一次的话呢，做一个这个现况啊，种种的年度的小总结。那目前看起来的这个 tempo 来说呢，应该差不多是可以完成达到的。那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一款呢，我前几天呢才刚入手的一个经典300系列的一个山羊模。那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一款，甚至呢这个模具的话呢，我也是呢在这一个月之内呢才刚把它给买到。那这个基本上也是天价了。我买的这个呢是一个二手，那它是绑了一个黑影的一个 Deluxe 等级呢是一起卖的。那它的话呢一起卖呢，台币呢卖是1200块钱。那它的一个盒子的话呢，还有说明书什么通通都是具备的，而且它的一个割法的话是一个属于一个尽可能保存玩具奔着包装盒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收的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台湾代理版，那年代久远的一个玩具了啊。那关节的话呢，有些地方呢不免稍微有点松啊，像这个地方的一个外摆内收略松，以及它的一个球关的话呢，久的话理论上呢也是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松弛的。这款玩具在网上的评价很高，价格也是非常的天价。那它还有另外一个 Darkmon 是一个蓝色的，那其实 Darkmon 也一样是狂派啊，那我当时的话以为它是薄派，因为这个主要是在人形状态下呢，山羊魔的狂派是直接露在胸口，但是 Darkmon 的话呢，那个狂派的标志呢是要变成坦克才会露在上面，然后山羊魔跟它是反过来，是坦克的时候呢，这个狂派的标志呢反而是会隐藏起来。那实际上把玩之后的话呢，其实这款玩具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虽然我们都现在都说以前的玩具吊打现在的啊，但是呢对于过去的一些玩具呢，有时候也不用吹得太过火，至少以这一款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人形正面呢可以说是帅到一个炸天逆天，头雕也是近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头雕，它这个也是我会决定买这一款而不会去选择 Darkmon 的一个原因啊，我很喜欢这个像是恶魔一样的这个红色的眼珠还有这个角。那它的话呢有几处的缺点啊，第一个是它的一个球关的话使用比较多，不过这 Deluxe 等级我们就不要求太多。第二个，我觉得它的造型来说呢，它的腿部的后面呢其实是略显单薄的啊，你可以发现它整个背后是整个是平的啊，跟正面比起来，包括甚至连手臂，它的手臂都还是360度无死角的啊，包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以及这个手的，你看背部的话，还有做出这样凹凸的这个造型，侧边这个履带的这个刻画的话就更不在话下，但是腿的后面真的是略微的单薄了，然后脚踝的部分呢是只靠着一个球形关节做一个支撑啊，前后站立来讲的话，有时候某些角度呢还是会稍稍被限制到的。再来是它的一个背包，它的背包两侧是可以结合，但是它上下的话是没有得卡的，它是会晃啊，这边看上去有个凸啊，但其实它是一个会晃动的一个样子。那第三个毛病是它身上这些小配件呢，其实我觉得有点鸡肋啊，这些小配件呢就是都是靠吸型扣去扣啊，你干脆没有算了啊，但是因为玩具又有负啊，如果你缺了这个的话呢，又会被当成是有缺损的玩具，所以又比较小麻烦。其实这些小配件没有的话，它的一个一体性可能会更好，而且因为在变形的时候呢，可能人形跟坦克形态下它的一个搭配的位置呢要稍微做个调整会比较好一些。那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一把像是十字镐的一个东西啊，那它的变形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个收纳的，那平常的话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说法的话呢，那种扣法是扣不上的啊，那我也只能够就是再次的把它扣回这个洞啊，它后面这个洞呢就是变成坦克的时候扣的那个洞，那只能够这样做一个摆放，这个呢是我唯一的话呢能够去想象得到的一个收纳的方式了。那可动度的话呢也是非常好，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前后结合的卡扣扣上去，那这个胸口很漂亮啊，非常的漂亮这个形状，然后这个垫肩上下可以动一点点，
那手臂二头肌转动，手肘转到约90度，拳头的话呢是一个360度的一个球形关节，然后四根指头呢有一个可以握的一个转动的一个铆钉关节，腰身也是可以转动，脚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没有问题，膝盖90度，这个脚踝的话呢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前后的脚后跟的话呢是分开的部件。那站立性的话呢还是稍微是不赖，但是这个球关太过偏软啊，原则上把玩的时候呢还是差了那么点点的意思啊。那人他最大的卖点应该是人形的正面，真的是帅到炸，特别是这个头雕的部分非常的好看。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山羊魔的变形过程啊。首先它身上这些配件的话呢，我会把它全部都给取下，因为它坦克跟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收纳的位置呢可能会不太一样啊。那以整个变形来说呢，这一款在经典 3.0 里头呢并不算是变形很流畅了啊。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给打开来，打开，从这个地方打开，打开，打开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一个连接的这个黑色的这个部件，它把整个下半身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把下半身呢翻折到上面，那这个时候背包呢就会形成一个阻碍，我们把背包给打开，然后呢将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背包的话呢两侧的话能够打得多开就打多开，把它整个完全给翻上去啊。翻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头啊，那个头应该先缩进去啊，再把这个地方给盖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到时候腿部的话呢就会形成它的一个炮塔的部分呢，在上面形成炮塔，那手臂呢跟背包就会成为下面的履带。那我们的话呢就先完成啊，这个地方先把它往前推啊，这个地方是单独的啊，这两个肩甲是移到前面来啊，这个部分呢是不会有什么干涉的。再来我们把这个下面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呢，我们先可以先把它给扣上，这里无所谓，先给各位大概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位置，但其实等一下还是会稍微有点干涉，就是它的一个壳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手臂啊给放到内侧去，但是这个放进内侧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是还不能够扣的啊。我只是先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说，到时候你是以这个形象去做一个变形。那先把这个手臂呢给翻到这，然后呢就稍微躲过这些重重的干涉，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翻到这个履带的一个下方去，到这边。这个胳膊的话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转到履带的下方，那这里看到没有，这里一个缺口啊，轮胎就是往这塞，然后这个地方就按上去啊，这边手臂的收纳呢这一侧就算 OK 了。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一样的再次把它给松开一下，将这个部件呢往内推进来，把这个轮胎等于是把轮胎给打正了啊。再来的话呢，先利用这个连接手臂跟身体的这个连接杆呢往下面搓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一样的话呢是先躲过这个侧边的履带，然后呢再把它给塞到履带的下方去。这个部分的话呢按照这样子的流程来变的话呢，干涉的力度是会比较小的。那由于这个履带的这一侧的跟黑色部件的连接是一个球关啊，有时候变形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碰掉滑出来的话那也无所谓了啊，这个部件往下面盖，接下来就进行它的一个上面的炮塔的变形。炮塔的变形的话呢，我们先给各位讲说一下，这里有个洞，这个洞一定是朝前方的，那它的一个组合的话是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那记得结合的时候呢，这里是一个完整的造型啊，这里另外这是缺口啊，完整造型的话是要朝上的啊，你大概等一下的结合位置大约是在这，两侧的这个钩爪大概是摆到内侧一些些，因为它到时候呢会塞到这个里头去。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先打开一下啊，打开一下之后的话呢，我们往后面推过去啊，往后面推，这个是往后面推，它到时候你看到没有，这个部分到时候塞进去里头，以及呢它的一个这个部分啊，你是可以再先把它给再拉高一点点啊，拉出来的话呢方便我们做这个盖板，因为这个东西塞进去的时候呢盖板要顺便盖上啊，这个地方的话是稍微需要练习一下啊，大概练习个0.2 秒吧，大概就可以完成了啊。到这边看到吗，这样子这一侧已经放进去了，这边的话就是把它给盖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就这样子直接的大腿呢跟小腿做一个包覆，那两腿中间这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盖板是要把它给挑起来，你看到吗，两侧是有
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个时候公差位算的刚好，就把它给放进去，最后就是把这个原本的这个护膝的部分给往下压，然后整个炮台的话呢往内放进来，我们这一款这个山羊膜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这个稍微捏一下啊，这个这两块部件呢跟身体的这个部件它这个地方还是活动的啊，比较可惜。那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迫击炮的一个形态，但是那个形态我觉得太没有什么意思啦，我觉得我就不特别去展示那个形象了，我们就直接的看一下，它一个没有装载这些配件的情况下，它的一个炮台是这样的，左右的转360度转动没有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往上吧，可以往上往下还是往下，诶啊，对，应该是往后啊，我记得是往后，因为人形的时候是推到后面啊，这个当然是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然后呢，如果是那个 Duck Mount 的话呢，它的一个狂派标志呢会在这里，但是山羊膜的话是在这里啊，我刚可能有讲错了。 Anyway， 就是总而言之呢，这一款的给我的一个狂派的感觉是比较强的啊，虽然所有塑胶的一个灰色是有，但是拿在手上的质感还是相当可以，履带啊上面也是有一个金属的涂装，那前方是轮子，后方是履带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奔跑起来速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了啊。那这些吸型扣的话呢就是将它扣在那个你觉得合适的地方吧，就把它给扣上去吧。这个因为它本身的话呢除了这里是吸型扣之外，它的一个内侧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完全是看个人的偏好吧，你想要怎么放就怎么放吧。那我个人的放法是习惯是这样啊，是这个机枪的部分呢是习惯放在正上方啊，那这个就端看你个人的喜欢了，那滚动性就很好咯。整体来说的话呢，坦克的形态也是很帅，但我觉得最帅是人形的正面了啊。那么在变形的过程中呢是干涉比较多啊，但是如果你变得熟练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像节目里头一样的变法也是 OK 的。不过呢我还是说它还是比现在的 Deluxe 等级呢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只不过这个变形的手感什么的在经典 3.0 系列里头呢，我觉得其实并不算是当系列里头比较优秀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再见，拜拜。